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祝你好运节目，我是杨琼怡。今天祝你好运的节目要跟观众朋友来谈的是泌乳激素过高的问题。那么泌乳激素过高到底会造成哪些的症状，那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这个不孕症的发生哦？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都将一一的来做一个探讨哦。那么同时我们今天节目现场呢也有开放现场的 call in 电话，观众朋友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请教我们的来宾呢，都可以打这支电话专线哦，电话号码是726-461-3。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为您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我们欢迎妇产科医师蔡伯伯蔡医师。蔡医师您好。杨教授你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大家好。是，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蔡医师的个人档案。蔡伯伯医师，资历国元妇产科院长，前长庚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荣登世界名人录，不孕症著作3本，连续4年获颁长庚最佳医师奖，赴瑞士、加拿大发表国际论文。今天祝你好运的节目要跟观众朋友来谈的是泌乳激素过高的问题哦。那么首先呢，先请教一下蔡医师，这个泌乳激素是什么东西？可能观众朋友听到这个名词哦，觉得满头的雾水，不晓得什么东西。顾名思义，它是跟我们的乳汁的分泌有关的一个荷尔蒙哈。它是一种荷尔蒙。对，它是从我们的脑下垂体的前叶所分泌出来的。那我们知道，脑下垂体是一个非常多荷尔蒙分泌的一个器官，很小。那它藏在一个我们的头骨最重要的地方，用一个蝶豆把它保护起来。那这个脑下垂体它负责分泌很多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包括泌泡促激素、黄体生成素啦、催产素啦，或者是利尿激素，或者是今天讲的泌乳激素，很多很多很多都跟它这个有关。所以假如说这个地方泌乳激素有问题，比如说它过高，而可能它代表的是泌乳激素长了一个泌乳激素瘤，它可能会牵涉到其他的荷尔蒙跟着乱掉，甚至我们的左右眼看东西，左眼看的跟右眼看的东西要在这个地方的上面做交叉，视交叉，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有肿瘤，也会造成我们视力的障碍。所以脑下垂体的重要性不言可喻。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泌乳激素就是由这个脑下垂体分泌的。那大部分的妇女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啊，我怀孕的时候这怎么乳房一天一天大起来，是那跟这个有关吗？跟这个有关。那因为那等到小孩子生下来之后，它就乳汁就会跑出来去喂母奶。那为什么说在怀孕的时候乳房会大，可是它又没有乳汁跑出来，等到小孩子生下来之后，这个乳汁就会源源不绝留下来去喂哺乳。那这个就是泌乳激素在怀孕的时候它就开始分泌增加，来让我们的乳房好像是扩厂哈，就是工厂要扩建。因为它可能知道身体知道说啊，我将来小孩生下来我要靠我的一对双奶去喂这个宝宝，要补喂宝宝。对对对，所以泌乳激素原先它的功用就是说，在一个哺乳动物哈，顾名哺乳动物，那基本上所有的喂奶的动物基本上都有这个荷尔蒙。对，是。哎，那男生有吗？当然有，当然有。男生的泌乳激素也是由这里分泌，而且男生也是有泌乳激素过高。不知道大家观众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男性泌乳症，就是说当泌乳激素过高的时候，有时候男生也会有好像女生的那种乳房的那个样子，他甚至会乳头会有乳汁冒出来，他甚至会有因为泌乳激素过高所产生的精子过少，或者是阳痿，就是性功能障碍，或者是骨质疏松这些视力障碍这些后遗症。对，是。所以这个泌乳激素哦，它是属于我们荷尔蒙的一种，那男女都有，那是由这个脑下垂体所分泌的哦。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实际的案例哦，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患者哦，他们泌乳激素过高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看第二个案例哈。这是一个不孕症期4年的夫妻哈，那他一开始是来检查的时候太太 OK 正常，可是丈夫的部分发现他是无精症。那我们无精症我们通常会验，其中一定要验的就是泌乳激素，泌乳激素是17，这算正常。那我们是这个是验男生还是女生？男生，因为他太太我刚刚讲是正常，他太太那太太丈夫的其他的
一些躁性功能都是正常。那我这里特别提出来，就是说我们在验的泌乳激素它是17、嗯，那有一个阻断式泌它是99，这是正常的。那也就是说，它的睾丸是有躁性功能，它的泌乳激素17也没有干扰到它的躁性功能，所以它是属于有躁性功能，但是没有办法射精出来的所谓的无精症阻塞型的无精症，所以就透过护睾丸的起精的方法取到精子之后，进行试管婴儿，那生了一个男宝宝，他是在3660公克，大概在38周的时候自然产生下来的。嗯哼，那他泌乳激素17是算是正常还 是正常的？常常有些病人问我说：“哎，我泌乳激素26.9算不算高？为什么我的医师要让我吃哈这种药物？”最近有一个台北来病人，他在一家医学中心，那家医学中心跟他验26.9，那他问我说：“哎，奇怪，我怎么查网络26.9好像可以不用吃？为什么那个医师还是教授给他吃？”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泌乳激素多高才算高，要看这个检验的实验室，有的用20，有的用25，有的用30。嗯哼，好，像我们医院的话，大概用20，就是说你送检的这个实验室，它的标准值在哪一边？哦，如果说有的实验室标准值是设在30，那30以上才算高，所以这个不一定。是，所以如果说是去把别的实验室检验出来的数据，来告诉另外一个实验室的话，可能他们标准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你要对照原来的那个实验室的它有一个参考值，有一个 range 嘛，你去比，所以你不能说，到底多少？我是不是看到这个就要吃？不是这样子。不过基本上你可以用最松的一个标准，就20以上算高。嗯，那这里要提出来这个案例，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案例？第一个就是说，他是无精症，无精症的病人为什么，医师会帮你抽泌乳激素？因为泌乳激素如果真的是过高到一定程度，是躁精功能会受影响。是。那第二个问题就会出现了，为什么泌乳激素过高，躁精功能会受影响？对啊，好像感觉八竿子打不着。对，因为泌乳激素它是管，我们知道男性荷尔蒙的睾固酮要转变到 DHEAS， 这个有一个叫做5阿法还原酶，这个还原酶如果说泌乳激素过高，会把这个还原酶给压下来，使得睾固酮没有办法转变成有生物活性的 DHEA 这个物质。那因为这个酶的那个活性被压下来，所以它的躁精功能就受到阻碍。那换句话说，今天如果说你丈夫是属于200万，那也你先不急着做试管婴儿，你可以抽血看一下泌乳激素是不是过高。那你如果说泌乳激素正常，那就去做试管婴儿没关系。如果说泌乳激素高，那你不妨先吃2-3个月的药物，把泌乳激素降到正常值，也许你的躁精功能会从200万飙到3000万也不一定。嗯哼。所以男生如果说精虫数量少，甚至无精症，我会建议你不要以为说泌乳激素好像男生怎么会去验这个泌乳哈。其实男生也是有泌乳激素高的问题，它会产生躁精功能变差，它会产生不举，就是阳痿，它会产生骨质疏松，它甚至如果他脑部有肿瘤的话，它甚至会造成两边颞叶的视盲，所以这个都有可能。女生会发生的，男生也会发生，甚至会有那种所谓的男性泌乳症。嗯，我们看，所以医师会建议说，先验一下泌乳激素，如果是泌乳激素过高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能够解决了。对，所以今天千万不要以为说泌乳激素是女生的，怎么会验男生的？是，男生也是有。我们看一下第一段 VCR。好，所以泌乳激素其实很简单，就抽血。那现在有一个学问啊，抽血其实有学问的，就是说泌乳激素它其实是很敏感哦，你睡到半夜凌晨2点，它是最高；那你到黄昏的时候是最低。所以那这样要什么时候抽？那一般来讲就是没有说啊，你泌乳激素一定要什么时候来抽，就是来就抽。不过就是说，当你这个报告出来的时候，如果是在borderline， 就是在判读的值的上下的时候，你就要看一下这个到底是几点抽的哈。就是说你比较偏黄昏的时候是比较低，那凌晨的时候比较高。所以你如果说早上去看门诊可能会高一些，你晚上去看门诊可能会低一些。所以泌乳激素本来就会高高低低，而且泌乳激素非常容易受到一些外在的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光一个小孩子新妈妈的奶头，那这样子泌乳激素会飙起来。甚至单纯一个妇产科医师帮一个女病人做一个内诊，泌乳激素会高；运动员泌乳激素会高，甚至胸部长一个带状疱疹，或者是被捶了一拳胸部，那泌乳激素会高。所以它是很容易受到外界干扰的一个
因子或荷尔蒙，对。那甚至比如说我最近有一个病人，就是说哎你月经都不来，那我看他神情有点怪，就是说讲话就是我跟他沟通有点点困难，那他妈妈陪他来，那我看他眼神也闪烁，后来问一下就是说哦，他有在吃精神科的用药，那我们就帮他聪明的技术的确很高。那精神科的用药很容易在我们的脑部神经引起泌乳激素过高，因为这跟多巴胺系统有关，所以他的泌乳激素高，他的月经就不来，是跟他的精神科用药有关，那就没办法了，因为他精神科用药他非吃不可，那一吃下去泌乳激素就飙高，飙高就不排卵，不排卵月经就不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态度，就是说，要么就放着不管，假如说，因为他现在也没有结婚的计划、生孩子计划。第二个，那就是说，好，那就用药物把泌乳激素降下来。对，是。那泌乳激素既然会受到这么多因素的一个影响哦，那这样检查出来的话，医师在判读上面是不是要很花一点功夫？对，就是说看这个检体是什么时候抽的。那基本上就是我们大概很 rough 的，就是大概用20当标准。我们看一下第二段范登，第二段 VCR。好。那这是一个乳房的那个，这从国外的那个造科师揭露下来的，就是说怎么去做自我的乳房检查。如果做外国非常外国乳癌非常多哈，所以他们常常会有很多幻灯片或者是教科书或影片在你的网络上说啊，你要怎么去自我检查。那有一些美国过来的病人，他会告诉我说，哎，我在美国的医师，他在做门诊的时候，他就会直接帮我做胸部的刺诊。来，对，那我们台湾也有极少数的医师会这样做。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光明正大，没有什么涉及性骚扰的一个所谓的理学检查。就是说乳头你可以用3点到9点钟方向这样压过来，或是说6点到10点钟压下来。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你的乳汁有在乳汁在乳头上面有一两白色的冒出来，那这样就是表示泌乳激素过高哦。所以这个检查自己的乳房也可以判断有没有泌乳激素过高的问题。就我们医院的做法就是说，怕一些不必要的纠纷或者是怎样指控，我们都是叫建议病人，就是说你回去洗澡的时候呢，你自己用你自己的那个指头这样子啊，那你就从3点钟到9点钟方向这样压过来，那看一下乳头，如果乳汁分泌出来的话，即便你的泌乳激素是正常值，也代表你的泌乳激素过高要治疗。是为什么？那这样病人就会一头雾水，就是说，你不是说20以上才需要吃药吗？那今天如果说17、2，还是说只有8，可是我一压有乳汁跑出来，我这样要吃药吗？要，因为泌乳激素它有很多种分子，有22000的，有50000的，有超过100000的。那所以你抽出来到底是抽到小22000的还是50000的，还是抽到100000这种分子量？我讲的是分子量，道尔吞了哈，那是不准的。所以抽，为什么说美国的医师他们比较用那种比较老一辈的医师在检查泌乳激素过高？那这个好处就是说省钱嘛，你做个理学检查又不用帮病人抽血，而且蛮准的，而且在门诊就可以知道要不要开这个药给病人。是，你今天如果抽血的话，也不是报告那么快就出来，是，那还要再等报告，然后那费用过高再回来。对对对。那可是在台湾在执行这个，在我们医学训练是很堂堂正正的一个理学检查，我认为出现起来会有一些困扰，或者是引起病人不必要的误会。那为了这样，那其实除非是要检查有没有乳癌哦，可能对患者会比较容易接受。检查乳癌的病人的乳房的自我检查跟泌乳激素检查是不一样的哦。泌乳激素乳癌检查包括要EO啦，或者是说他要顺着时针逆着时针这样检查，或上下这样检查，看有没有硬块。那而且要一进来干净的时候去进行，但是泌乳激素是你随时可以去做的哦。你只要是两只手这样掐，就好像是在等于是去挤压，对，挤压乳头这样压。那如果说乳头上面有冒出一滴以上的白色的乳汁，那就是有了哈。所以这个是很好，你可以在家里自己 DIY 这样做。那所以这是我们。